哇塞，这怎么接的？这到底是什么？竟然要几颗星啊？太魔术了吧！我以为中间穿过去，他不是脚碰到球吗？哇塞，这个看一下慢动作怎么接的。他是碰到球勾进手套吗？有可能是打到鞋子吗？然后弹上来进手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从来没有看过。哇塞，这个是足球巨星上身啊！哇塞，这个足球停球给自己接。哇塞，这个真的是不给他第一名，这个要给谁啊？ 我真的这个要给世界第一名才对，第一次看到这种接球的。这个我觉得大联盟也可以拿去看这个好球了。我真的看不懂，现在看懂。我想说不是中路打在脚上，为什么他会在手套里面？